再报告一次，请109第二学期成绩优异同学尽速至行政大楼教务处旁穿堂集合。报告完毕。还好啊，才吃两三颗螺丝而已，算表现不错了嘛。第一次讲，第一次就好了、啊，算很好了。再报告一次啊！我帮你录影，存证有存到啊，还好。